的这个单位，但是第一件，就看他们能不能用更精致一点、细致一点的方式再规划一下，是是是，好不好？那么这个有受损的这个东西，我们来希望协调相关单位来收购。是，就是我们将来除了用原来的这个面积，受害的面积跟这个金额做一个门槛以外啊，现行的这个之外，我们要考量到这个没有达到这个门槛的，但是它灾情一样是严重的，我们要另外有一个管道来做这个救助。那这个办法呢，我已经请这个工作人员赶快去拟定了。那以后的话就说，即使是比较小地区的，但是只要它灾情够严重的话，那么农民的这个损失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不能够还要去等着看看别的地方有。但是这个门槛也还蛮高的，因为单一桌我们就在外面也有。我讲的是在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另外在对对对，你刚刚讲的我了解，这个是原来就有的办法。现在我们的新的办法就是不考虑这个，只要是天灾，你这个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套。对，一个小区域性，不要大。所以这个也让我们农民人多了解啊，就是说我们这一个部分的作为啊，就是这个思维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政府的观点来看这个灾情，是从农民的同理心来看这个灾情。受害者的，对对，受灾害。不是刚好，这差不多30年哦，就是这个顶级啊，好，这。肥料的问题，如果有很快有一个整套的这个包含的这个生产，这个包括了怎么去补助，也包括了我们去抓豚禽，怎么样将来能够推广有机用肥，有机肥料怎么样在设备上的作业来做的是吧？那我们能够走向一个更好的、更精致的一个做法。它应该是全套，而不是只是看一个很具体的是几个问题，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的整个面因为我们要永续发展，那永续发展的话就是利用肥料的方式，各种方式都要做一些回归，那么这个就希望我们也是农委会尽快的提出一个整套的农这个肥料政策出来，这个来彻底的来改善这个问题。我们讲这个话哦，不是讲空话，我们讲要拿出来的话，我们真的要把它拿出来。